春节马上就要到了，估计很多同学会去北京的环球影城度假区去玩。昨天我带孩子去玩了，一天玩了14个项目，那主要几个大项目全玩了。这是我第二次去了，我外甥是第一次去，我主要是陪着他去玩。我们是怎么玩的，怎么安排的，具体花了多少钱，怎么用优速通之类一系列相关问题和各位分享一下。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哪些项目好玩。我认为最好玩的一共有三个，算是他们家的旗舰款。第一个是《哈利波特与禁忌之旅》，第二个是《霸天虎过山车》，第三个是《火种源争夺战》。其中第一个《哈利波特》那排队的人最多，昨天基本上都是120分钟到135分钟。《霸天虎过山车》基本上是在70分钟到90分钟，那个《火种源争夺战》是在70分钟到110分钟。这三个是最好玩的，也是必玩的项目。这三个算是旗舰款。那么次旗舰款呢，一个是侏罗纪世界大冒险，一个是飞跃侏罗纪，一个是鹰马飞行过山车，第四个是驯龙高手，是一个演出。我认为这四个是非常不错的，这是有个人偏见的，仅供各位参考。如果是女性朋友们或者是孩子比较小，可以去功夫熊猫那个区，还有小黄人区域，这两个区都是馆内的，室内的。这两个馆的游乐设施相对比较低龄化，比较安全，没有那么刺激。我认为这些所有的项目里面最刺激的，最让人血压飙升的，那就是霸天虎过山车。我外甥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有一个最大的感受，那就是魂儿还在后面呢。所有的这些项目里面热度最高的就是哈利波特与禁忌之旅，排队人数最多的，昨天最长是135分钟，但是这是门口显示的是这个时间，从门口外面还有一个很长的队伍。所以说在这个项目上我提前做了功课，买了一张这个项目的优速通给我外甥。所有的这些项目里面唯一有一个是需要戴着眼镜看的，那就是火种源争夺战。这个并不刺激，但是很好玩，仅次于哈利波特。具体怎么玩我就不展开了，这个视频也没有剧透。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安排的这个时间。因为前面说的这三个旗舰项目排队的人都很多，另外这三个项目都是必玩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只能选一个。哈利波特距离门口比较远，所以我们要尽量比较早的入园，先抢火种源争夺战或者是侏罗纪大冒险，这两个先抢一个。我认为火种源争夺战更好玩，所以就先抢了这个项目，一进门就飞奔到这个项目。那我们做完这个项目之后，那些大的项目还有次旗舰的项目都已经排队很长时间了，大概70-80分钟，这个我心里是有预期的。所以第一步先把这个火种源争夺战先给玩了。我给外甥买的那张优速通是哈利波特那个随时都可以玩，不着急。我们就先捡着那些小游戏时间不多的项目，另外好玩的项目先去玩了一下。比如神龙大侠之旅排队只需要5分钟，其实就不需要排队，相当于直接进。还有驯龙高手的演出也是很不错的。还有就是斯皮尔伯格和张艺谋的如何做电影的那个项目也是不错的，一直等待的是5分钟，相当于直接进。哈利波特那一片的一个过山车也很刺激，我们等了55分钟，玩了55秒，但是也是挺值得，挺刺激的，时常能听到尖叫。因为昨天天气比较冷，天气要变天，晚上说是要下雨下雪，另外还有很多通知说可能会停止运营，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也是挺害怕的，但是还好这个天气往后推迟了，所有的项目都玩了一遍。到下午2-3点钟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体感已经感觉到很冷了，于是我们就去了餐厅。它这个园里边有很多餐厅，每个餐厅供应的食物不一样，就那么几款。我们第一次去吃的就是梅尔斯餐厅，吃的汉堡。这次我外甥选的也是这个餐厅。吃完汉堡之后休息了一下，身体就暖和起来了，双手也变得热了，这是很必要的。千万不要因为排队为了节省时间而让身体遭罪，这个得不偿失。我们是来玩的，又不是来受罪的，就算是受罪也不要那么的受罪，对自己好一点。他们家的汉堡好像是98块钱，那个大汉堡送了一个薯条，相当于100块钱嘛。那个汉堡很大，比汉堡王的还要大，一个人能吃饱。这是我们今天吃的第三顿饭，早饭是在家吃的，中午饭是在哈利波特区吃的。我带了2根哈红肠，是郑家老式熏鸡的哈红肠，很好吃，我俩一人一根。又带了一块伊利的果子面包，我俩一人分了一半。吃的时候感觉有点不好意思，我就一块一块掰着吃，因为昨天哈利波特区的人太多了。
不容易找了一个长椅坐在那儿一口一口的吃，还好垫不了一下，要不不可能撑到下午两点半。下午吃完汉堡，我们就去排那个飞跃侏罗纪，上面写着80分钟，这是我们昨天排队时间最长的一个项目，写的是80分钟，但是这是门口的时间，门口外面我们也排了一会儿，差不多90分钟吧，这是我们排的最长的一个了。玩了飞跃侏罗纪之后出来，正好赶上花车巡游，是17:15，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八天虎过山车已经变成了35分钟，因为天色已经暗了，很多人已经出园了。这个八天虎过山车从上午到这个时候一直都是7-90分钟。根据我第一次来的印象，玩八天虎过山车的人并不多，因为这个太刺激了，再加上下午快闭园了，很多人都走了，所以说这个项目的人就更少了。我们飞奔到八天虎过山车，发现已经空空如也，但是也排了半个来小时才进去，不过这个无所谓，等待半小时玩一次八天虎过山车我觉得还是很值的。坐完八天虎过山车已经快6点了，这时候我们发现还有一个项目没做，但是是可以做的，因为是19点闭园，还有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就奔向了侏罗纪世界大冒险。环球影城 APP 上面写的是等待55分钟，去北京的环球影城度假区玩一定要提前下载他们家的应用程序，从上面可以买票，也可以买优速通，优速通分单个的项目还有套票，单独的项目是需要抢的，好像只能当天买。最关键的，上面有一个地图，地图上每一个项目都有等待的时间，那个时间是比较准的，通过这个 APP 我们可以规划自己的行程。我的策略上面基本上说完了，估计有的同学已经听明白了，尽量早点进园，进园之后先奔着一个去，先把它玩了。哈利波特等待时间最长，可以用优速通花点钱。那最后这个八天虎过山车还有侏罗纪大冒险，这些东西可以等到稍晚的地方，很多人都出园之后再玩。一定要记得一个早一个晚，早只能赶上一个，晚你能赶上几个。好，下面说一下关于优速通的事儿。我这次去套票的优速通还有单独项目的优速通都没有抢到，后来我上淘宝花198块钱买了一个优速通单独项目的，这个优速通的原价应该是170块钱，淘宝加了30块钱。我们在进园的时候也有人给我们递名片说他有优速通，我问了一下价格，哈利波特的价格，他说是230。下面说一下使用优速通的感受啊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园里人不多，所以说没有必要买优速通，这次买了一个优速通。你甭看花200块钱只能玩一个项目，但是这东西就得对比。昨天下午2点准时到达的《哈利波特与禁忌之旅》门口，门口写的是120分钟，但是门口外面排的那长队一眼望不到边。你从右边可以用优速通直接刷脸进入，因为你买优速通的时候你需要绑定你的身份证号和这个项目，至于说你什么时候玩，当天玩了就可以，因为你的身份证号在进园之前是和你的刷脸绑定的，所以说只要一刷脸他就知道你的身份证号，并且知道你已经买了这个哈利波特的优速通，你就可以直接进。另外在进的时候要注意他需要存包，你千万不要去站在那个存包的那个队，那就太不值得了。如果你们人比较多，得把包给别人让别人拿着直接进，这是非常爽的。在正常排队情况下120分钟，他那个队是来回7-6拐弯的，特别长，我们在排队的时候走2步就得停一下，根本得不到休息，特别是站了一天，等到下午的时候腿像灌了铅一样很难受，人已经很疲惫了，但是你看见旁边有人用优速通唰一下就过去了，他不需要来回的绕圈，他好像走的是直线。我外甥是2点去的哈利波特，2:15就出来了，你说快不快？即便如此他还在那排队存包的那个队还等了半天，前面有一个人问我买了优速通怎么还让我等，那个工作人员就说那是存包的队，如果你不需要存包可以直接进去。原来如此，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。昨天我们是8:30从家出门，9点下的地铁，先要排队过安检，光是进安检这个排队大概排了20分钟，9:30开始排队进大门，进检票口，进检票口之前的这个排队又排了半个小时。我们是早上9:55进的园，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尽量的早入园，冬天他们开园时间是10点到晚上的7点，时间很短，
即便如此，我也建议大家早点来。我们九点半到这儿排队，感觉就有点晚了，前面已经很多人了。这次我发现来这儿玩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，要不就是中年人带孩子来玩的。年轻人大部分都是上大学，或者是刚参加工作到有孩子之前的那么一个阶段，二三十岁的样子，小姑娘偏多，小媳妇儿也不少，女性要远大于男性，可能女孩子更喜欢玩这类的项目嘛。因为我们在排队的时候经常看见很多女孩子在那自拍。如果你想穷玩，只需要买门票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买东西，这儿随便一个杯子就得100块钱，好一点杯子200块钱，尽量也不要买礼物，随便一个小本本就得100多块钱，不要从这儿吃东西，随便吃个汉堡包就得100块钱，一个热狗也得几十块钱，根本吃不饱的。所以说尽量自己多带点东西，水是免费的，有直饮水。环球影城的里面的厕所，每一个区域的厕所风格都是不一样的，一样的是都很干净。其中那个哈利波特的厕所最有原始风格，具体什么样有机会你们去了就知道了。小黄人的厕所卫生间挺有意思，你没有放屁，小黄人会放屁，他还赖你放的，还会嘲笑你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被嘲笑了。厕所里非常干净，而且很暖和。另外这次排队的时候，我发现上面有好像在出热风，即便是出热风但是也很冷，上面还有风扇。花车大巡游我老婆孩子都很喜欢，但是我不喜欢，我外甥也不喜欢，所以说我俩直接看了几眼花车大巡游，迅速飞奔到霸天虎那儿排队。和我们一起迅速飞奔的还有一个母女俩。霸天虎过山车的时候有一个分流啊，霸天虎过山车每排坐4个人，好像一共有8排吧，因为有很多人喜欢站在第一排享受那个刺激，那享受首排的人需要排更长的队。我不需要排首排，我随便排就可以了。想坐首排的同学那要等更长时间，每一波人上车第一排只上去4个人，那后面可以上去7排，4×7=28个人，那这个速度就很不一样了。很幸运我们坐的是第二排，和我们一起坐第二排的是两个小姑娘，人家是走的优速通，穿着哈利波特服装系着围巾的两个小姑娘。好了，基本上都说了，希望给各位参考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再见。